走。通知到佢。渠办苦主跳楼。黄毓民议员。特区高官。黄毓民议员。请问天理何在？不能容许你继续破坏纪律。黄毓民议员立即离开会议厅。特首无能。黄毓民议员。用官治港，祸港。你立即离开会议厅。我费事陪你喺度发癫啊！你迟啲收钱噶你。黄毓民议员，你立即离开。迟啲收钱噶。你立即离开会议厅。知唔知咩叫收钱啊？你班人，我俾大钱。黄毓民议员。我一千万一年攞大